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色彩料理王的总群员安叶嘞。时间过得很急哦，一年就要过去耶。客家电视台特别制作老观众有用口音的节目，都是啊，安叶嘞要到节目地图来了，大家打嘴鼓哦。12月25日，拜五，安普的八点，欢迎你们口音哦。